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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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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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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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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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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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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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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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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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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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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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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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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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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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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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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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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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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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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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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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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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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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净土法门的奥妙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六字。哎，这个六字自然具足大慈悲、大智慧、大神通。只要肯老实念佛，念这六字圣号，就如同婴儿熏吸母亲的奶水一样，日日滋养一个人内在的佛性，让自己不断地孕育慈悲智慧，而不必辛辛苦苦地去研读大乘佛典。这个比喻是非常妙的。我们的佛性呢，就是我们的法身慧命，佛性的觉醒。我们只要多念阿弥陀佛，这句阿弥陀佛就是佛的这个，佛跟我们的关系像母子关系啊，只有他的乳汁，他的奶水，你经常念，你自然的法身就滋长，就会成长。而且这个是纯的，毫无副作用的。你只要多念阿弥陀佛，它会让我们的佛性就会发动，因为阿弥陀佛是究竟觉悟，那我们的佛性也是觉悟，那佛性的觉悟呢，可是被贪嗔痴所覆盖，那你怎样才能把它启动呢？就像一个大磁铁，这个针本来它也有这个磁性，但是它现在次序是紊乱的，那个大磁铁一吸，哎，它就变有磁性了。这个六字名号就是大磁铁，我们这个佛性呢盖住了，就是一个针，你要经常念佛来吸它，它就带有磁性，就是佛性就显现出来。你不念佛，你自己要开悟，像这个针，你不拿到这个磁铁上去吸，让它自己就变成有磁性，那什么时候能变成磁性啊？根据我了解的物理学知识是说呢，它里边的所有的分子结构、原子结构、电子结构必须同序排列，同序化的时候，一个序列它就有磁性了。那你怎么进去的针里边把它每个原子给它挑了排队啊？你进来排队后，你一转过来，啪，那个原子又转过去了，就乱的。它乱的话，因为电子和原子之间它有这个相吸的，有像地球的这个磁性一样，它有，但是呢，它的方向不一样，它乱的互相抵消了，所以整个这个针呢就显示不出磁性。那我们人心也一样的，我们心是乱的，每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原子，一个原子和一个电子。然后你这么想那么想，那么在你身上你这个佛性怎么能显现出来？
你必须每一个都排列整齐啊，就是也这个，那就是平等心无分别念，你这样佛性就能显示出来。那你容易吗？我们天天都在分别妄想当中啊打滚。那可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呢，就像个大磁铁，因为南无阿弥陀是无分别的，无分别智是佛的这个根本究竟智慧。而你念这句佛号也不允许你分别，你怎么分别？你在这六字里找什么？但是人就是会这么厉害，不分别你们他也找出来，说哎呀我念佛念到什么功夫了，这都是分别心。什么叫功夫？像坐飞机上说坐的屁股发热了，一看电人躺在下面呢，说你坐了，哎呀我坐的功夫好啊。什么好不好？你功夫再好不坐飞机白搭，这是飞机让你飞到目的地的，跟你坐的功夫没有关系，就是你自己妄想分别，自己想了一套，说我念佛念的什么怎么好，是念的佛好，念佛都是好，不管怎么念都是好。那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那干什么呢？你就多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反复念啊，反复的称名，这样心中呢自然就会启发，就会感应啊，就会呢佛性的生命就会觉醒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